大家注意看，这个男主角叫做思思小可爱，有订伊副频道的人数，实在是少到有够可怜的啦。无出意外的话，马上就要出意外了，大家实在是太凶了，拢还没订起来，我伫这拜托大家订起来，内底会固定 update 直播，还有直播的精华。好啊，这期的影片就要开始了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Ferrodo， 百年欧系刹车品牌，得您信赖。耶、yeah, ！大家好，我是科比纯教室。哎、欸，有金山啊，谢谢。哎呀，这500，我今天要来送山哦、喔，要变专家了嘞。因为小司他试车，他在试车的时候，他觉得啊，一离开内循环的时候啊，还是会闻到外面的味道。这样讲好了啦，大家应该有跟过垃圾车，你讲室外循环，那味道就跑进来了。不会，我不会跟垃圾车。好，你不会跟他垃圾。我会离他很远的。好，离他很远。为什么会闻到味道？不是那个关掉就没了。可是它关了之后还是有缝，有没有？我去喷，所以空气给根本吹进来，所以你还是闻到了。哦，啊，这我就讲过啦、啊，有些对像声音味道比较敏感的、啊，这个就是可能对那个味道比较敏感的，所以我们把它淹起来，鼓风机固定这样转，关起来是里面车内循环，打开就外面空气会吸进来，就这样而已。哦，对，来，我来讲你的，来你讲，你已经专踩菲亚特了，对啊。应该是全部的车啦，都在这边啦。我不知道你拍得到吗？你要把头皮帮它拔掉。对啊，不然拔不到啊。而且头皮帮啊，中文到底要怎么念？头皮帮啊，叫做通风网。通风网好像也不太像，我不知道嘞，正确名称是什么？它就是很难拔。已经开始拆了。我要开始拆啦。这是什么？喷水桃啊，喷水桃哦，喷水桃我遥控啊，锅也叫做喷水。哦，你看，有一个开痕，啊，这座盖子盖起来了，我就干枯了。等下，因为我们要把这个拿起来，所以一定要把雨刷这个拆掉。我就记得它很早开的，它还闻到味道。哈，敏感啊，敏感了。有时候那味道很臭啊，不想闻到也不行。可是你开的时候，就刚好那种臭的东西在前面。前面那个是鼓风机，它是打风的就进去了。啊，如果它不想闻到味道，就是直接把它封起来。就不爱穿鬼，我平常打开一直穿过来。怎么封？哎，你们不是认真的吧？两个平缸，哇，那卫生纸没有说这个啦。哇，你讲平缸，你讲怎么封起来？这个时候讲话那么认真，害我一时对比流裂。它只有这一边有，是不是？对，我知道的都只有这边啦，除非你的驾驶座放在这边，它就被你跑过去了。我在想啦，因为你这里漏，这里空气进去，我们把这里堵起来。这是最简单的，堵这一片就好了。对啊，空气不要让它进去嘛。哎，那它干单的，个体就干了的话，不会烧掉啊。这是空气而已，这只有水而已。哎，这里也会漏水，你知道吗？你看它有个高度而已嘛，大概这高度大概敲沙在那里，水淹过来，淹过这个就进去了，水就进去了。嗯，副驾会漏水，也会从这边。嗯，懂啊，黑得起，磕树下太多树叶什么之类的，它就会淹过去了。哎，下次还要再用吗？像结扎，它想再重新再打开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没有结扎过。不然就是用水滴洞勾给它打，把它干了，就空气就不会进去了，这样就外循环就没有用了。可是一般好像我们开车都很少在开外循环。台湾来讲，机会不到。你什么时候开过外循环？正常来讲，要去那种分多金比较多的地方，你把它打开，空气就会进来。可是为什么不把窗户打开就好了？窗户打开就是没有了，就没有滤网，就没有滤网了。可是我是觉得直接就是打开嘛，就可以呼吸了。我都会打开装到罐子里面送给泰山，这是宜兰的空气，这是垦丁的空气。那你一瓶要卖多少钱？没有，依然可以卖多少钱啊？我送你的，送你没有？好了，我们去先洗一洗好了，洗一洗，找个材料。现在你应该看得出来哈，把这个放在里面，嗯，啊，旁边嘛，因为我们要剪好圆的，把水滴框勾起来，那就上去就好了，嗯，就这么简单。Yes。这样可以吧？
耶、yeah!不对啊！啊，我们要怎么知道它封起来是有效的？我们有一个人体的那个啊，谁？检测机啊，谁？看谁说的就是谁啊？谁？谁拿枪我就骂谁啊！加吧，这个面还不错吧？很有质感的，还感觉像是车上原来就有的东西，应该是出厂就这样的、啊。嗯，然后开始打架了。对啊，顺便教一下大家，那个如果打主力控，主力控就是。打下去，就这样一直打。哎、啊，有时候你看，有时候我们会这样哦，就败了没有？嗯，其实都没关系。等一下我再教你怎么 Q 保镖，就是要怎么去用会比较漂亮。好了，安吉米卡败。嗯，啊，你看用手去碰，去尾瓜嘞。这个洗碗巾、砂锅、沐浴乳都可以喷一下，这样就不会粘手了。有没有看到？这当作刮板，你看好像这样，只要是沙拖什么那些都可以。啊、肥皂呢？应该也可以啦。是哦、喔。对啊。那我去浴室剪几颗。去哪里剪？浴室。谢谢，感谢你去剪。我刚刚去材料行买一个全新的。哎、欸，有像、欸。全新的。啊，内衬，没办法。哎、欸，你看一下，好了，就这样而已，这么简单。还没啦，你还没锁螺丝。这样再有味道，我就不相信了。这样要怎么测啊？等一下哈，很简单嘛。嗯。我们就找一个人，或者是太太你在里面好了，比如我买个臭豆腐还是什么之类的，你闻一下。他说哦，没有，即使闻到你都没有，这个拍不出来啊。你臭豆腐要放在哪？放在这里。对啊，放在这里，它就会吸进去的啊，因为它鼓风机一直在转啊。所以它现在开外循环，它也吸不到了。对啊，如果是封起来就吸不到了、啊。那有没有可能从刚那个下面那一圈还是有味道跑进去这样？那是不会，因为那个是原本就是隔音跟空气的啊，那是海绵啊，这个压的扁了，它就固定了。有什么东西是味道比较重？除了刚臭豆腐外，鲱鱼罐头我们已经没有买了，就不用。哎、欸，上次放到现在应该更臭了，太久了。一般的车鼓风机都在驾驶座这边吗？副驾啦，我在掏包啊。这下面是排水孔哦，蛮多的。你看这边有洞啊，这边也会排出去啊。Uh-huh. 你这边比较难清洗，那盖住就清不到了。所以哈、哦，有些车就不建议停在树下，雨也是这样。顺便就清一清了、啊，清道夫的哦，清清哎。你不知道我怎么把这个是扣子，白色的是往上插。往上插上去固定的，嗯，啊，最旁边是压下去扣住，嗯，对，最旁边左右两颗，这之前讲过了嘛，等哎，到对，对到等哎，这个也不能太高跟太低，太高会敲到上面，太低会敲到下面，好了嘞，好了，拿去买臭豆腐了吗？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。找那个替死鬼。对，你先发动，因为现在不能蒙眼睛。啊，你开室内循环，有看到哈？眼睛先蒙起来好了。把酒炸起来。哦，看不到，没反应、啊，对不对？没反应。这是什么？臭豆腐啊！我刚才偷吃了两块。我怀疑这样真的进得去吗？因为我们开车是这样撞风的进去啊，这样最好会进去吧。有味道吗？我说没有嘞，没有味道。这样最好会有味道。他没有啊，你再拿着，我用那个我们那个喷辣，辣比较香，看他闻得到吗？他很努力的在闻，嗯。努力也在闻，哎，这很香的吧？这很香的吧？我看他很努力的在闻，应该有味道吗？哎，没有嘞，看你皮个啊，你皮要闻嘞，他真的在闻嘞，要不要拍一下？
有吗？没有嘞，烘起来了，这很香嘞。有啦，我闻到味道了。闻到了哈。好了，成功。访问他一下好了。好了，你可以打开。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？现在吗？刚刚啊。没有啊。我刚刚什么？你也不知道。我不知道啊。你知道我们用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你们用什么？我用这个。这个是什么？香水，喷辣的，有这个味道吗？你闻一下，很香吧？没有，没有，表示有隔离的啦。没事啊。对，就这样而已，测试一下。刚很努力的在闻。对啊，我没有闻到。你要不要感冒？不要鼻塞吧？没有啊。好，那就对了，不是找一个鼻塞坏掉的，那都闻不到。哎，为什么会闻不到？什么意思？没有，没事。啊？不让你知道。啊，表示我们成功了、啊。交易成功了，耶、yeah ！好，出发，我们去追垃圾车。你知道那个垃圾车，我们要去考那个，是不是要扛沙包这样去考试？哦，对啊，要先笔试嘛，啊，再来就是体力活的，只要扛沙包这样追。可是我就觉得应该不对嘞，真的在扛的是我们民众拿个垃圾在被追吧？哦，不是吗？啊，等我，现在不急了，都是走那个啪去追。我先看那个时间。好，你看一下，它上面写六点，然后现在是5:50。现在塞车，现在53分，我们六点要到，快到了，在前面而已。在前面而已啊。有人在等垃圾车了。对啊。好，我们等到他来。我来了、啊，我在那里，我不怕太怕。好，我们可以去追他了。不过你看，不怕他转进来。哇，你看一个大回转。今天呢，乌家来哦。啊，你有闻到味道吗？没有。真正无啦。还是你现在如果打开，厨余的味道啊。闻到了，有厨余的味道。嗯。哇哇。有啊，好，赶快关起来，我要怎么回转？用力用力，你皮姐，你闻一下，有吗？闻到，现在都没有吗？我没有闻到，因为真的是隔离的了。哇，咋？啊，工作间啊，哇，你做紧呢？哎，前面红灯。哦，继续闻。对，我们现在把窗户打开啊，过去看会不会闻到。给你闻，给你闻。好，我闻，我闻。在地不坐下。哦，好臭哦。哎、欸，那个一阵风这样吹过来。过来，尤其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在夹住，砰的嘞。砰。把那味道都出来。我刮平掉啊，警官。哦哦，这超哎，真的是有用了、啊，因为这个堵起来，除非哈、哦、这里有穿线。重低音啊，而且乱拉康啊，康，哦，那在风吹还是会跑进来。以前你有看过那种恐怖片有没有？蜜蜂跑出来啊，啊，你不是躲在车上，你以为它安全了没有？还是跑进来，从那个洞它就钻进来，一直钻进来。天黑了，时间过很快，现在已经哦六点了，耶、yeah, ，成功，拜拜。啊，再来就请乔师自己开看看吧，怕这边太空旷了，车都闻不到。其实这个应该。很明显的吧，对不对？表示我们这次测试是成功的啊！因为为什么要封起来？因为小吃摊会闻到外面，他都觉得不舒服。好，我们决定就把它封起来。阿丽亚，没搞怕灰就干啥呢？我们今天贴那个，把它再割一圈就起来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对啊，好，这样就不会闻到外面的味道。就是刚刚讲的，垃圾车前面有什么砂石车，或者是说柴油车的味道都记不到了，好，任何味道就闻不到了。哦，我要去吃臭豆腐了啦！啊，喜欢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哦。耶，拜拜。Yeah, 我们要去嚼。Ferodo 百年欧系刹车品牌，得您信赖。好了，我要去吃臭豆腐了。好，结尾了，我要去吃臭豆腐了。